Anjie. Anjie.我还约了客户，我得先走了。雅丽，我跟你解释清楚。别说了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要你对我负责的。好好休息吧，我先走了。 安杰，屋里什么味道？什么东西糊了？我的面！完了完了完了！哎哎哎，别动，小心烫！不好意思啊，我刚才肚子饿，想吃点面吃，结果一看书给忘了，我不是故意的。 看来你是要把我的厨房给毁了呀！啊！哎，我怎么这么笨啊？煮碗面都煮不好，头疼死了。我可以告诉你个办法，让你不头疼。什么办法？下次煮面的时候，边煮面边吃头疼药，就不头疼了。<笑>好冷啊！ 我帮你收拾好了。啊，好了好了，算了算了，面我帮你煮，你负责吃就行了。快去吧。哎，去吧。嗯。那菜来啦，尝尝我精心为你烹饪的牛排。 看上去好好吃的样子哦，尝一尝。这个汤也很好喝吧？知道你喜欢清淡的，所以这个汤里没加太多盐。奇怪了，这个地方只有您一知道。哦，可能是我哥跟家珍，我之前把这个地址发给他们了。哦。 嗯，我去开门。嗯，嗨，锦锦。嗯，席总，那个安杰在吗？哦，餐厅呢。哦，进来吧，嗨。哥，哇塞，你们逛人世界呢？嗯，喂。 你好像没有洗手啊。嗯，没关系，我妈安杰又不嫌弃我，对吧，安杰？嗯。看。
看来我们来的好像不是时候啊。啊啊，没有，人多了还热闹吗？请坐。嗯，啊去。你怎么了？感冒了？啊，没事，可能刚才吹了点风。啊，你们稍等一下，我去给他冲杯药。哎，不用了。什么？安姐，我好饿呀！本来我想着到习总这儿什么东西都没有，叫外卖又那么远，看起来惊喜总在不经意的时候出现。行了，你吃面吧。哎，安姐，你说你跟习总算不算是同居啊？感冒初期早喝早康复。那个我不知道你们来，所以没准备吃的，我这就给你们做点啊。好，用出我的洪荒之力。不说话，没有人当你是哑巴。其实我一个人可以的，你去陪他们吧。不用，不是有一句谚语吗？说一个女人等于500只鸭子，我才不要跟1000只鸭子聊天呢。其实呢，是他们女人的话题我说不进去，不过也好，我就喜欢洗碗，我洗碗干净。看来安杰说的没错，你是个暖男，果不其然。安杰，你说逗不逗？咱们两个女人在这儿喝茶聊天，两个男人在厨房干活。女人的地位什么时候这么高？我家真就喜欢你这种暖男。这要放在旧社会，说出来不得把别人吓死啊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我有眼睛啊，看都看出来了。哎，我真不知道家珍这个傻丫头是怎么想的，居然看上我了。也许这就是缘分了。那你的缘分呢？是个人都能看出你心里的想法。是啊，他却全然不知。所以呢，爱情的真谛就是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。爱情的纠结也在于在爱的世界里，他一无所知，我一无所有。哎，你不会一无所有的，你只不过是暂时看不到收获而已。不过这跟我妹的性格也有关系，她本身就比较冷淡，以前呢，她真的是完全没有安全感。我明白，谢谢。我能够看得出来，你是真心的。你今天瞎说什么呀？我瞎说什么了？你说我和习西晨，哦，同居啊？你还说？那本来就是嘛。你以为我想呀？要不是叶令这么一闹，我至于住在这儿吗？我觉得叶令特别逗，他自曝恋情呢，本来是想把你牢牢地抓在手里，结果呢？逼着你和另外一个男人同居了。你还是说，别说别说，我不说了我不说了。但是叶令啊，如果知道你和西西晨两个人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还不得气炸了。说什么呢，这么好笑。来，水果来了，吃点吧。来吃水果。小郑哥，你真贤惠，谢谢。不好意思，这水果是西晨切的。那你把水果端过来，那就是贤惠。行了你，来。安姐，你好狠心，
安杰，我恨你。安杰，我爱你。安杰，我恨你。安杰，我爱你。水了，好渴呀！这傻丫头，估计是走错房间了。安杰，安杰。其实，这本来就是我的床，我为什么要盗走？不行，男女授受不亲。安杰起来要是看到我们这样，应该就直接收拾行李搬走了。这么好的机会，其实也不算被逼吧。这明明就是我的房间，这也是我的床呀。安杰，是你自己进来的，不能怪我。这算是给你做饭的福利吗？我的脸上一定有一个大写的幸福。
吃了感冒药，睡眠质量就是好。齐晨，你为什么会在我的床上？你为什么会在这儿？我还问你呢，你为什么会在我的房间里？快下去，快下去！这是我的房间，好不好？不可能。你看。什么情况？我为什么会在你的房间里呢？这句话应该是我问你吧？你怎么会到我的房间里啊？你到底对我做什么了？你放心，我不怪你，我原谅你了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负任何责任的。我家没有地洞，我家有下水道。哎呀，你要对我负责啊。老大，我给你带了点吃的，你赶紧收拾一下，先起来吃饭吧。我不饿。吃点东西吧，老大，不吃东西身体会饿垮的。除非让我见安姐。老大，我哪有那个胆呢？我要是放你出去了，习总和检视那边会撕了我的。你走吧。哎呀，老大，别闹了，先起来吃点饭。走吧，我叫你走啊！走走走走。好吧，你好好休息，记得吃饭。我先走了。走吧走吧。天哪，我怎么这么笨呢？连这个都会走错，啊，怎么办？好尴尬。不行不行，我必须得做点什么。这样就不会搞错了。我真是个天才。嗨。嗨。简小姐，请不要在我家乱添乱画。那又怎样？谁让你的房间跟我在简家的房间格局是一样的？我要不贴一个，万一又读错怎么办？喂，这也怪我啊。好吧好吧好吧，早餐我都做好了，要不要去吃啊？没有胃口。哎呀，太可惜了，那么完美的早餐只能我一个人享受了。谢谢。不客气。这个
这也太夸张了吧。夸张什么？啊，还好，因为我们家就这模具，那个没有别的了，就凑合吃吧。我喜欢切掉边，有利于烘焙。哦，哦。还有果蔬搭配，营养均衡。哦，那这个花是什么鬼啊？为了调节早上的气氛，我个人喜欢这样。嗯，对了，你待会儿可不可以提醒我一下，给家里打个电话？好啊，怎么了？我想问一下，简家门口的记者有没有走啊？哦，好。这两天住在你家，真是给你添麻烦了。啊，你客气了，我不也经常蹭你们家住吗？礼尚往来，就当我还人情了。哎，对了，嗯，你家里为什么会有一间画室啊？喜欢吗？喜欢啊，虽然这已经跟我没什么关系了。不要那么悲观嘛。你不懂，悲观的人虽生有死，乐观的人永生不老，拜伦说的。拜伦没有经历过我这样的绝望，不过我还是要谢谢你安慰我。你还是没有回答我，为什么家里会有个画室啊？你忘了我是学建筑设计的。哦，对哦，你是学建筑设计出身的，我忘了，你也是需要画画的。对啊。嗯，有画室也不奇怪。喂，念一。喂，习总。怎么？习总，公司有急事，需要您过来一下。你就不能先帮我处理吗？习总，我要是能处理，我就不给您打电话了。好吧，但是你知道我时间不长的，我这边的情况你也了解。嗯，好，拜拜。你是不是有重要的事情啊？没有啊。没事儿，你要有重要的事儿，你先走吧，我来洗碗就好了。嗯，不用，我可以洗完碗再走。哎呦，这些碗你不用管了，你就先走吧，反正我也是闲着，没事儿干。我是怕你把我碗打碎了。齐先生，说话也不用这么直接吧？那你自己洗吧。吃点东西吧，叶琳。我知道你很难过，但是你也不能不吃东西啊，是吧？叶琳，我跟你说话呢，你听不见吗？清醒一点吧，叶琳，你看你现在自己什么样子，你这个样子对得起我们所有人吗？我知道我这样很不好，我知道我这样对不起你们，我让你们都失望了。我知道你很好，我也知道你很完美，我也曾经无数次的被你打动，我也好想去爱你，可是我真的做不到，
我忘不了简安姐，我忘不了简安姐，我真的好痛苦，我真的好痛苦，我真的好痛苦，我恨他。我知道你很难过，在爱你的这条路上我也很难过，我知道你忘不了他，没关系的，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，直到你忘了他。安杰，我去趟公司，你感冒还没好，记得吃药。中午一定等我回来给你做饭。哎，你就安心上班吧，中午饭就不要操心了，我会自己做。算我求你，午饭你真的别做了，好吗？哦，对了，记得按时吃药，免得晚上又走错房间。喂，你还说？哎，西晨，你等一下。西晨，记得晚上早点回来。西晨，西晨，啊，发什么呆呢？啊，你如果要去超市的话，顺便帮我带点东西。啊，谢谢啊。没事。看起来挺好吃的样子。在哪儿买的？在公司附近买的，也不知道符不符合你的胃口，你尝尝看。好吃吗？有点咸。是有点咸哈，你别吃了，我再去给你买一份吧。哎，不用，就这可以。你手怎么了？没事。雅丽，粥是你自己做的。疼吗？不疼。
怎么可能不疼？我看着都疼。雅丽，别这么对我了，我不值得你这样。我心甘情愿的呀。雅丽，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，因为你是我最在意的朋友。对不起。没关系啊，我不是早就说过，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，直到你忘记他。给我发个红包呗，我告诉你个劲爆的消息。不发，上次跟我说的消息一点都不劲爆，这一次绝对劲爆。真的假的？嗯。关于谁的？习总。快说快说快说。行了，巨款发你了，赶紧说吧。就一块钱还巨款？一块钱怎么？哎，行行，羊的多也给你，这可是我最爱啊。快说，我昨天在我们家超市看到习总了。看见习总了？嗯。那怎么了？我家在郊区，我在我们家超市看到习总了，他在买菜。他一点点的在比较哪一块牛排比较好，一会儿就挑哪个意面比较好。最后买了一堆蔬菜、鸡蛋什么的，这有什么呀？不就买菜吗？这还没什么呀，习总，他居然要做饭，他那样一位高高大大的霸道总裁，他居然会做饭，这还不够劲爆吗？你肯定是看错了，你就是浪费我的红包和我的养乐多。行了，就当是打赏你啦。那我不跟你说了，先走了，拜拜。我说的都是真的，大惊小怪！我昨天还吃他做的饭呢，浪费我的红包。我们这个第二栋啊，到第十五栋是全部都是独栋的别墅，所以都是自带花园的，也就是朝东的那一面，所以全部都是南北通透。小珍，麻烦你继续跟客户好好解说一下。好。哎，先生，您看一下，就是像咱们刚才介绍的那样。请进。原来你在这儿工作啊？这儿的楼盘是你负责的吗？啊，是的。哦，这位是……啊，对了，我忘了跟你们介绍了，这个是我好朋友朴征，这个是我的未婚夫，他叫杨凯。你好，你们马上就要结婚了吗？对，就下个月办结婚。我们打算会在城里找最好的酒店办上十几桌。对了，你记得到时候要来捧场啊。哦，一定一定。陈静，祝你幸福。谢谢。对了，今天你们是来看婚房的吗？哦，你这有什么大户型的房间能介绍一下吗？哦，有的有的。那大家都这么熟了，记得给我们打折哦。一定一定。要不这样，我们到那边我给你们好好的解说一下。好，谢谢。来，请。小小，雅丽姐，你来了，几天不见，小小可想你了。我也想你了，我这几日工作太忙了，所以没来看你。不过看你气色不错，我也就放心了。就知道雅丽姐姐最疼我了。当然了，我一直把小小当作是我最亲的妹妹。你现在是大姑娘了，以后要懂得照顾自己，知道吗？雅丽姐，你要出去吗？要去哪里？我
我准备去意大利待一段时间。去意大利？要去很长时间吗？是因为我哥哥吗？不是因为你哥哥，我想去意大利学习一下，顺便放松一下。亚丽姐，我哥哥之前的采访我都看过的，对不起，他太任性了，我代替他向你道歉好吗？小小，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干嘛和我道歉？我只是……亚丽姐姐，你怎么了？小小，你知道我的内心有多痛苦吗？你哥哥他太狠心了，他对我太绝情了，我为他付出了那么多，却一点也感动不了他。我们的爱情就是畸形的，我对叶麟，叶麟对简安杰，我们就像是不同时空的平行线，永远都不会有交叉点。这段日子我想尽办法想要发泄自己心中的痛苦。我疯狂的购物，我在酒吧喝到烂醉，来，美女，喝一杯吧。怎么样？来，一起喝一杯。滚！你说什么？我叫你滚！我甚至差一点就割腕自杀。姐姐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我哥哥对你的伤害那么深，你要出国散心就去吧。可是小小想告诉你，在我心里你就是我的嫂子。雅丽姐，答应我永远不要放弃我哥哥好吗？喂，朴正哥，晚上一起吃饭吧，我又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馆子。我不去了，你自己去吧。